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，今仔日第15轮的疫苗开放注文预约，一届提供着3种的疫苗，有6种的对象符合着资格。早起10点开放 BNT 来注文，下晡2点是开放 AZ 跟莫德纳。啊，针对着第三剂疫苗，指挥中心讲，11月底会来讨论思考的方向，是要让民众来注同一款牌子的疫苗。也不过台大前感染科的医师来表示说，目前人世界各国第三剂的加强剂都是以莫德纳和 BNT 这种 mRNA 的疫苗为上个主要。7点、8点、9点，你是要哪个时间？8点，好。第15轮疫苗注文，一摆3种疫苗开放6种对象，包括 BNT、莫德纳第一剂和第二剂、AZ 第二剂，各有想要蓝地注的民众。一摆同款是分流注文 ，BNT 疫苗透早先开放，莫德纳和 AZ 是下晡2点开放。不过第二剂开放蓝地注，安尼第三剂要注多一个牌注。不知道，那问题像打一样的。比较安全。目前指挥中心按算伫明年1月注第三剂疫苗，伫在月底卖讨论注射对象各注的牌注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第三剂会以注同一个牌注为主。不过前台大感染科医生林世平伫家己的面册讲，目前世界各国的加强针拢是 mRNA 为主，先注2剂 AZ 了后，各注 AZ 做加强针的资料真少。连注上剂 AZ 的英国拢是安尼建议，不管前2剂注啥，第三剂拢是先选 BNT 或者是半剂莫德纳，那是对 mRNA 疫苗的使用有禁忌症，会使选 AZ 来做加强针。不过台湾即卖已经开放蓝的组，加上后壁买疫苗大部分是莫德纳，安尼第二剂蓝的组 BNT 的民众要安怎？蓝的疫苗几乎是可以视为是一样的，应该都是可以的。莫德纳减半之后，明显这个不良反应就会少一些。莫德纳疫苗需不需要减半，或者是使用全量呢？应该是可以看个人体质。只是针对 mRNA 疫苗有严重副作用的人，林明仁医生建议，在考虑安全的状况之下，会使选 AZ 或者是高端疫苗。不过效果安怎，要需要更加侪临床试验的数据。